莲池大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，愿敬业弟子专其信不二其信，那我们修净土的这些佛弟子啊，莲池大师在此地愿我们专心呐，啊，不要三心二意呀，啊，三心二意啊，你就非常可惜啊，你这一生的机缘错过了，啊，你不能成就了。下面举经来做证明。如经云：设有一法过于涅槃，一所不顾。啊，实在讲，这些比喻里头劝导啊，无过于观无量寿佛经上品上生章所说的，尤其是善导大师的注解啊，我们以前读过讲过，上品上生章还特别讲过，没有任何一法能超过这一法的啊。底下又说，禅宗之时有教人但持话头一切不做，啊，这个话头是什么呢？参念佛是谁？都是属于念佛法门呢，另一种念佛的方法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极声阿弥陀佛之后，然后再问念佛是谁啊，禅宗里面念佛的方法啊。故知原业于门者啊，原业是就是原来你修学其他法门的，上当改修念佛啊，这是祖师大德常常劝人，他们自己以身作则。永明延寿大师啊，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啊，回过头来专修净土，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，宗门大德。给我们做榜样啊！那劝导学禅的人啊，兼修净土啊，他的四了解说得很好啊，有禅有净土，禅净双修啊，犹如带脚虎啊。啊，又说了，无禅有净土啊，万修万人去啊！啊，你看看他说话这个意思啊，把他说话真正的意思吐出来了啊，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啊！啊，这是劝修禅的人。禅不能成就，回过头来修净土，净土能成就。啊，修其他宗派的人，啊，天台，从智者大师，就是念佛往生的。啊，所以天台宗以后的祖师，一直到现这个近代，我们看，地仙法师，念佛往生。谭旭法师
宝镜法师，这都是近代这个天台祖师啊，都是念佛往生的。大德居士里面，诸位晓得姜维农居士、周芷安居士，教宗般若，行在弥陀，这是修其他宗这个宗派的，最后都是念佛求生净土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何况原念佛人啊，原我们本来就念佛，那遍其所守啊，而复他上啊，我们改变了自己念佛去修学其他的法门，心怀二路，志不归矣，云何三昧而得成就啊，这个是莲池大师非常感叹的话。我们读了这段文，听了这些话，要认真反省，我们有没有真修啊？不要问别人呢，要问自己啊！啊，我们有没有三心二意啊？啊，还想搞其他法门呢？念佛三昧，最浅的功夫成片啊，我们为什么得不到？是不是如莲池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，遍其所守，二复他上羡慕别的法门，向往别的法门，心怀二路啊！又不愿意舍弃净土，还想学其他法门，所以志不归。你的方向目标不一致啊！这个样子，连功夫成片就得不到了。麻烦在后头，这只无常空无所获，这只无常，无常是命宗啊，无常到来啊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到临死你一无所成，往事即过，翻起谤言，呜呼谬哉啊！啊，你不知道反省，自己过失，你认为佛菩萨讲的不灵，那就是谤佛。啊，谤佛谤法，这个罪过是在阿鼻地狱。这真正是铸成了大错特错啊！让明眼人在旁边感叹不已啊！啊，这个责任要自己负。经没有过失，法门没有过失，啊，
是你自己犯的过失。啊，不知道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的道理。